少侠，每次战斗中首次选择的侠客将成为您的队长。队长将请少侠手动点击或长按屏幕，作为队长的侠客会向点击的位置进行攻击哦。金色传说，哎，少侠，这每个葫芦可以为少侠的小队提供侠客，最多的同时召上五名侠客。击败敌人也会掉落仪式的卷轴，上面不仅可以给侠客提升内力，增加攻击力，还可以给予侠客不同的特性招式。有我在，谁认可起我师？至简，无欲则刚。风起云涌，玉叶纷飞。首领都会拥有强大的技能，少侠请仔细应对。少侠，快去看看您专属的江湖名望吧！恭喜少侠，您的阅历又提升了，快去看看奖励吧！哇，是陈萌，少侠，我们快去看看新伙伴吧！少侠，请在这里查看侠客，点击上阵试试吧。提升侠客等级可使侠客基本属性增加，让我们去提升一下陈萌的等级，让我们去见识一下陈萌的威力。
有我在，谁认可起我师？至简，无欲则刚。水处，梅落心间血。一气穿心，万毒噬命。提剑齐挥鬼羽，白骨如山鸟惊。
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!